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猪。今天配一些风凉味上这个蜜蜂。那么做学习频的主要分享一下我个人的这个配制风凉的方法。像这个就是风凉，我们配这个风凉需要这个风凉，还有这个白糖，白糖，还有这个糖水，这个糖水要煮够。好，等下我们就开始配制。现在我们开始配制，我们倒点糖水进去，放多少糖水，根据你要拌多少风凉。我们拌这个风凉的时候一定要干一些，我们最后做出来的风凉一定要干，不能湿，如果湿的话它就会融，它就会融化，因为等一下我要加白糖，我们加白糖就是为了吸引这个蜜蜂，更加吸引这个蜜蜂过来吃这个风凉。因为我们现在用这个糖水搅拌，里面虽然是白糖混合，但是我们加入这个白糖之后效果更加好。现在先把它搅匀，搅拌均匀。大家可以看这样做一个稀度啊，还是太稀了，没有那么干。稍稍等下我要加点粉，让它弄干一点。这个风凉不能湿，一定要弄干一点。等下，现在我再加点风凉进去，因为这个风凉还是太湿了。我们拌的时候一定要最后要拌的干一些。好像这个你们看基本没有什么水分了，像这种现在我们再加上白糖进去。我们加这个白糖加多少呢？我们要看这个风凉的这个量，我们加这个风凉的一半多。加入这个白糖之后，我们就搅拌均匀。为什么要干一点呢？因为这个白糖，我们现在加这个白糖，等一下它，放到风箱里面，它会融化，所以说它就会变湿一点，到时候。现在这个风凉我就调制好了，这个风凉我们调制出来最后一定要干一些，不能太湿，太湿的话因为我们已经加入了这个白糖，如果太湿放到风箱里面之后，它就这个白糖就会融化，融化之后它就会流水那样子流出来。像这种你弄干之后你只要放到这个荷包上面就可以了。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干燥度，你们看
你们看这样，这个因为这个风梁本来就很黏，我这样放，它这个风梁都是不会掉的。你们看，是吧？像这样比较干的、黏黏的，像这个就是配件好的风梁，等一下我们拿去放就可以了。好了，这个风梁的配置方法，这个全过程就分享给你们了。如果觉得有用的就学习，没用的话就当看看。那么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，喜欢我视频可以订阅一下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